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飆股俱樂部》，我是固德投顾总顾问汤淑玮汤老师。好，今天4月22号，台北股市又是开高走高，最低的时候涨6点，最高涨58点，收盘涨19点，10987，没有收在11000点之上，那收在11000啊，今天最高也攻到11027，10027点，成交量1111亿，量缩。如果这大盘啊，我们假设它要回档，好，它会震荡很凶。你有买我的葵花宝典的，我们就来实战教学一下。姑且不论它以45度的仰角完全没有回头的迹象来看，假设这个大盘要回档，要回档啊，那回档的迹象是什么？长黑 K 棒，一根长红长黑 K 棒啊，100多点以上，甚至200点，而且爆大量。有爆大量。有没有长黑 K 棒？没有嘞。这边也爆大量，有没有长黑 K 棒？没有嘞。长上影线爆大量，有没有长上影线爆大量？哎，没有嘞，都没有长上影线爆大量。上吊线爆大量，有没有上吊线爆大量？没有嘞。融资暴增，来，我们看一下融资有没有暴增，来看一下融资有没有暴增。你看之前啊，从1850亿下降到。最近断头完毕之后，去年底的事情到现在为止还在到昨天为止1306亿，有没有？假设它是 K 线图，那有无？还在昏迷指数3，那这些融资也代表散户的一个表态跟心理的样态。那也就是说，散户啊，到现在还是非常的谨慎，有没有？不敢买股票，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什么时候他敢买股票？很有自信的时候，很坚信会大涨的时候。所以从情绪的周期来看，金融市场情绪周期，来改一下哈，大盘的情绪周期。那散户现在在干嘛？哇，好谨慎哦，千万不要买，那涨了1700，涨假的，小心哦，跟去年10月底一样，一跌1600点哦，我今晚吼拢就休息咩啦，哦，谨慎非常啊，怕来卡袂掉钱啊，莫白买啊。啊 ，GDP 下修啊，不是最好的啊，要因为选举啊，哦，小心哦，小心哦，又射飞弹哦，非常小心哦。你现在去问散户，他都跟你，哇，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去年1600哦，吓死人了。所以你看一下，非常小心，谨慎啊，谨慎无大错哦，都非常小心。那从大盘的情绪周期来看，那表示怎么样？他以后怎么样？再继续大涨，当他相信会大涨的时候，就会开始做多，就会出现怎么样？我当老师跟你讲的长黑 K 棒哦，还有一种状况长红棒，高档拉长红棒，它不是好事哦。大阳拇指线它也是出货的讯号啊，这个目前都还没看到，都还没看到。那你觉得会涨到哪里去？啊，你觉得大盘会涨到哪里去？该怎么去解大盘？上礼拜汤老师已经跟你解过了。再让你看3秒钟，打不？看这，你看到啦？让你看3秒钟，大盘会涨到哪里去？看得懂吗？老师啊，涨1700了，还在刚开始，真的还假的？啊，我不跟你解这个 K 线啊，解了你也听不懂，对吧？你解了，好恐怖，好恐怖！你看哇，这90度后好恐怖。那我跟你讲，刚开始，你不相信吗？我们从情绪周期来看。哦，这个是我从一本哦专门写散户金融市场的书啊截取下来的，这不是我汤淑玮乱写的，这是人家经验写的一本书啊，它上面写的情绪周期啊，我把它截录下来。哇，那散户现在很谨慎呢，哇，我怕的卡被丢钱啊。那什么叫做散户很有自信的时候啊，很有坚信不疑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吧。去年这里融资余额最高啊，融资余额最高，是不是坚信不疑？嚯，坚信不疑，大盘一定会涨，嚯，12682一定会过，嚯，10个分析师、9个分析师都这样讲，嚯，被动元件不天正的，有没有？结果杀最凶都是被动元件，杀到你头皮发麻，断头断手断脚出场，断头，断完之后你完全没信心，到现在你看还在疗伤止痛，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最高点的时候，你看。那为什么汤老师说刚开始言下之意这边地方不是高？
因为你从 K 线来看，它变成洗盘了、啊，洗得很干净。那什么叫做洗盘？就是洗到你不敢买，那个叫洗盘了、啊。你看洗下来之后，洗了1600点，你看那个散户，哦，拍了开了掉钱啊，我等头啊，等卡等气，我到现在还在疗伤止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这个大盘呢、啊，将近85度的仰角往上走，最漂亮的就是筹码。这是我要解盘的重心，筹码它非常的漂亮，百年难得一见呢。所以我跟你下了一个定义注解嘛，我说它刚开始哎，你一定又是不相信，你一定又是觉得哎呀小心一点啊，汤老师乱讲啊，汤顺奎哦什么大盘涨1700说刚开始而已，真的还假的？当初还记得吗？回首来时萧瑟路，否极泰来的第一根，他站上季线，我就跟你讲，刚开始而已，你不相信，涨了1700，你到现在为止，你还是不相信我汤顺奎啊？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开始盘前、盘中、盘后，很多分析师的解盘，你会发现他们怎么打？1268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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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都在讲会过啊，奇怪、啊。我在2月中我就跟你讲12682，现在大家都在讲12682。现在报章杂志都在跟你讲12682，奇怪。我讲12682不是现在讲的呢，我去年年底的全省演讲会我就跟你讲，不是梦，你打死不相信。那原因我也跟你讲了很多，原因你自己看，我讲的东西整理出来，二月中就跟你整理出来，每一条我讲过，以后都会很多的分析师或是很多的报章媒体讲我这边衍生出来的东西。你看像台商回流台湾。他回来台湾了、啊，避税之外，投资还有投资股市，有没有看到这条？啊，第七条看到没有？我讲完之后，这一期的周刊有人写了，企业回台投资突破1200，有没有？台商回台带动投资好转 ，GDP 上修了。这就是你看为什么台股会过历史新高的原因，我都有跟你讲啊，一点一点自己写下来，无告嘛，看涨说涨，看跌说跌，我今天才跟你谈嘛。我2月中2月初旬我就跟你谈了，12682，我去年年底领先全市场就跟你谈了，涨到现在，我跟你讲它刚开始而已。那重点来了，你不敢买，你会不敢买，因为它指数不断不断不断，你会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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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现在你一定怕。所以这个大盘啊，没有技术面的问题，技术面全部都是多头，基本面也没问题，即将否极泰来。那到底什么问题？你赚不到钱，心里面的问题。蜀道难啊，不在山不在水，在于人情反复险。你克服不了心魔这一关啊，神仙他难救无命鬼。你就会看着这个大盘，会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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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为所动，你看没有？这散户不为所动。去年你看一下，你也不为所动，你看不为所动，不为所动。你看最高点的时候你又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啊、反指标？你是不是反指标？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在这个市场上探囊取物赚钱？这是你要下的功课哦，这不是我汤顺伟要做的事情哦。那你如果克服不了心魔，你赚不到钱，你就是一路一路一路继续干。这个大盘刚开始，你信也罢，你不信也罢，反正你已经看了1700多点了，一路都是我汤顺伟对。好，来，那今天又买了一档股票，今天又买了一档股票，哦，伟全电。盘中我就跟你讲，对不对？看盘中我就跟你讲，讲完之后2436来看一下，拉尾盘看到没有？又是现买现赚，我这买在刚突破那个点，有没有？漂不漂亮啊？反正先赚再说，别想太多。哦，汉语博今天创新高啊，看到没有？今天创新高，今天直上云霄，头也不回。哦，又会开始很多的分析师就嘴混析数不类混析啊，盘前、盘中、盘后是不是跟你谈这档股票？嗨一波，嗨一波，嗨一波 ！PCB， 对不对？否极泰来，直上云霄，85度的仰角往上飙升啊！直上云霄，头也不回，如入无人之境，持续挑战地心引力，所以无话可说。为什么无话可说啊？老师啊，大涨才在讲，谁都会啊，大家都分析师啊。我在第一根的时候，现买现赚，有没有？我就在盘中的时候就跟你讲，你有加入我 LINE 的，我在里面，我说我们买进的。有没有现买现赚？当天把会费的问题解决完，后面享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没有涨我也跟你讲继续走，再创新高，直上云霄，
公开验证了，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来找我汤顺奎都无话可说，亲戚朋友介绍了股市饕客，当天买，我在 LINE 里面我就跟你谈得很清楚，从当天的30块，今天35块，一根半的停板，300万，350万，短短几天，一天两天三天三天的事情，啊，买，一天两天三天，钱难赚，钱到底应该怎么赚？朱颜持尽，花指数最是人间呐、啊，他留不住。会赚钱的人呐、啊，他没什么大道理，就是懂得把握机会。那我的工作呢，就是在重要的时间点做重要的决定，哦，带你上车，哦，如何调兵遣将，如何紧张中求胜，是我每天在做的工作。我在边忍了之后，他准备要发动攻击，我叫你买进。我们买在什么点？我们买在攻击发起线，买完之后30块附近，他开始飙，继续直上云霄，将近85度的仰角往上飙升，到今天还在创新高。他一发动啊，如猛虎出闸，他不是猛龙不过江，有没有？当天买，当天涨停买嘛，4S7，现买现赚。今天买进汉语博。工上涨停板，所以你也看到4S7，当天买当天涨停板4S7，后面享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所以我的工作是什么？在重要的时间点啊，带你上车。那你要把手续办完了、啊，不然鞭长莫及。涨完之后才说，哎、欸，老师啊，很多人才跟我讲，哎、欸，老师啊，汉语博可不可以追？你老是喜欢追啊，就算跟你讲真的可以追，你敢追吗？你想要追，你就觉得，哎、欸，老师啊，怪怪的，买起来哦，啊，买起来怪怪的，买起来会不会我帮你会员抬轿？看，就想东想西。我讲过，这个点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为什么 ？Why? Tell me why? 会费的问题，会钱的问题，想东想西的问题。哦，我买的好是好高的问题，突破新高，它是攻击发起线。当多头来的时候，股票不怕创新高，怕不会再创新高。买对不怕买贵，这是一个操盘的心法。刚我一点怪，公婆你都无稀奇啊！这就是你要付会费的地方啊，又是要买一个胆。哦，最近来找我的人都是买一个胆，他很清楚，他了然于胸。这个大盘基本面没问题，技术面没问题，都是多头，心里面有问题，你克服不了心魔。你在这个市场，我讲过刚开始的哟，这个市场你注定要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之内，不断的跨那假迷离的化修，陪公子读书。志在参加，你不在得奖。这个大盘再好的盘，百年难得一见，你还是一样是标股，它如粪土。来，如何短线，如何长线，是我每天在做的工作。全台又是当天买，当天涨停板，买完之后赚一根半出，是不是？不拖泥带水，出完之后，我说我拉回还会再买，出完之后大跌，出完之后我说我会再买回，止稳第一天买回14块，买回来之后开始涨价。有没有很奇怪？第一波先把成本降低，其实我们赚了这一根半，这里买进成本已经降到这边来了。哦，所以你看涨到这边，看又是赚钱，有没有？人看涨，人看涨，看法不变，看法不变，横盘整理，买进下不去就再买加码，当然看涨，钱就是这样赚了。你看成本在这里，那扣掉这一根半，我们成本在这里，对不对？那为什么要买进全台？最近有一家公司啊，即将宣布倒闭，它叫做华映。华映债务危机，全台啊，它同样受惠转单的效应。华映快倒了，一定会有很多转单到全台，所以它有转单效应。去年啊，营收是创新高，表现强劲，由于什么？又有德国的一些其他品牌的这个其他的题材，所以今年营运表现非常乐观，所以你就可以买了。有人笑，有人哭嘛，对不对？华映被宣布倒闭啊，就赶快转单到全台来嘛。钱就是这样赚啊，钱到底应该怎么赚？很多美好的仗我们都打完了。今天有一档股票啊，它跌停板。老师跌停还碎哦？啊，当然碎啊！为什么？上礼拜还记得吗？上礼拜4月18，我跟你讲什么？功德圆满，出清了嘛，拜拜。有没有？我买在什么点？买在什么点？336，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头尾部位如入无人之境，持续挑战地心引力，喷出之后，二话不说，
不拖泥带水，不带感情，水出完之后呢，功德圆满。我都跟你讲啊，出完之后今天跌停板，有水吧？欸，老师啊，真的有够水，名不虚传。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余闻相思处，花开花落时。如何短线，如何长线，如何紧张中求胜，如何调兵遣将啊，是我汤仲奎每天在做的工作。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手续办一办啊，我会把你的手上的资产做一波的规划。来，这单股票全心全意看清楚，它第二机会好转，把握机会上车。你看他今天在我们买完之后拼命买，买到手软，买到脚软之后，紧张有没有？即将要准备过高，看到没有？这个点，是不是这个点？杀下来让你买，买到手软，买到脚软，明天即将过高了，有没有？准备升空了。你是要还是不要？会飞的问题，会起的问题，我讲过，你心里面有挂碍，我帮不了你。杰林啊，他还需心灵人；心病啊，他还需心药医。另外一档股票，祝你幸福。高殖利率，光高殖利率最少就要让它涨两只停板。这档股票它在等你，哦，它在等你。两档股票，哦，如何调兵遣将，如何紧张中求胜，你打电话进来问就对了，哦，那这里啊，你不敢买，那你就要有人带。199吃到饱，一定要专人清带。这个专案的特色啊，吃到饱的特色就是让你专人清带。那跟你讲悄悄话，你就敢大买，大买500张，买满买满之后，后面享受好山好水好风景老板。套牢股票我们帮你换，选股波段重要，最后的29个名额，广告中的电话你自己擅长运用。我们进一段广告回到现场来。全新进化 Panasonic 蒸汽烘烤炉，全平面加热，让烤色更均匀，蒸汽烧烤，美味更健康，轻松做出多样料理。日本同步品味生活 Panasonic 蒸汽烘烤炉 Panasonic。 国际股市瞬息万变，中美贸易联动产业，只要精准掌握市场第一手讯息，只要精选标股，不畏大盘涨跌，葵花在手，江山我有，宝典神功，获利亨通。汤老师将是您股市投资最佳利器，请速拨固德投顾02-2578-3000-2578-3000。啊，多加莫啉滚水真好，那加优乐安更加好。感冒若较重，爱用加强液。好话就要一代传一代，啊好药哦，买报大家知。三支护刷票，优乐安。治疗痔疮第一步，记得服用正剂加味消痔丸，止血消肿，治便秘降火气。正剂加味消痔丸，有较好的止痛药啊无？我人不管是冰鼻痛、喉酸飙、消炎止痛，400ml欢迎就白买。有消炎、止痛皆有效。我头痛、生理痛，赶快吃这400。人药师家己嘛咧用啊，买喉酸飙就无唔对。三支喉酸飙，消炎止痛痛，400。为了家庭，咱逐工操劳，想讲补眠能是补气力，结果却是多性命。听人滴讲补眠能会丢人，十个口腔癌有九个补眠能。为着健康甲家庭，戒掉眠能上实在。喂，你这补眠能的啊，爱去定期做口腔癌筛检啦。对啦，行啦，行啦，做来做检查。顾家庭，戒眠能，这是母子的英雄。开车的时候有 Airwaves 在手，随时随地让你觉醒一下。根本不是想要念台大，你是想念季姐。对，就是因为季姐，怎么样？就是不爽，你什么都听她的。你小郭，你脑袋清楚一点好不好？有本事你去找她啊！你现在感情不知道要叫几个月？今天8点-10点，美好年代。小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不能疼。因为没有资格，也没有退路。鸾凤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5月6日晚间8点，扶摇。
这是一场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财富重分配的胜战。投资朋友，把握机会。人生啊，短短几个秋，你有几个机会？会赚钱的人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懂得把握机会。你在等公车啊，这一班没有做到，五分钟之后可能还有一班，一模一样的。那很多人生中当中的机会，尤其是赚钱的机会，当它来临的时候，你不上车，可能五分钟之后啊，它就没有再来一班了。在路边等公车的人，跟开宾士车的人，差别在哪里？把握当下，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哦，这个盘，我从去年啊，去年的十二月领先全市场跟你谈，去年十二月。我用利空啊来跟你解大盘，那时候这个是不是利空？我说今年很差哦，今年经济比去年会差哦，有没有？我说你别惊，它已经反应完1600点了。那后面啊，它在这个地方是底部，你要干嘛？你要贪？我都写的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这些就是你要散尽千金啊，要买会费的地方，你买不到经验啊。那事实证明我对或不对？去年12月19底的，10月份是在这里。那我跟你讲，他已经反应完，你不用怕，你要贪了。你有没有贪？你不贪，他涨1700点，完全验证。去年十二月，我用利空给你解盘。那涨到这里呢，我用散户的角度来跟你解盘。我说他刚开始而已，你一定又是开始不相信。就如同当初十二月，我说你要弯腰捡钻石，你打死千百万个不愿意不相信，涨了1700。涨了1700，你一个不相信，一个观念错误，一个害怕，一个小心无大错，1700点。那现在呢？涨了1700，你以为等他回头？老师啊，回头我一定听你的，别干别老别，弯腰捡钻石，我一定很贪。我跟你讲，我别干别老别 get OK， 享受后面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我讲过机会，机会啊，人生有几个机会？人生短短几个秋啊，那涨到这里，他就是不会回头了。多少人在等他回？啊，你看这融资已了，他就是在等拉回，所以我跟你讲，刚开始而已。那你应该怎么做？把握当下，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你空折枝。很多美好的仗我们都打完了，来，财富重分配巨基89块，不来不来不来。哎、欸，我无看白哦，103、107、109，盘整我嘛跟你讲，逐天讲，逐天讲，一直到它喷出122。有没有聚集123、127，初也跟你讲税，谢谢收看。啊，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我们怎么带你买在什么点？啊，你手续办完，这个就是你的。出清碟，不睡吧？初也跟你讲，那最近又买回来了，钱就这样一直赚了。这就是享受好山好水好风景，好吧？你也要会操作啊！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要蹉跎光阴。宝联通，我说马桶专家保证一定通，他直上云霄，南梁集团入主，你打死不相信，打死不相信！你看开始飙了，开始飙了，如何紧张中求胜？如果谈笑间用兵啊，你手续办完，后面这些都是你的啊！你看已经一倍了，我还是跟你讲，上礼拜我还跟你讲仍然看涨，上礼拜放大。上礼拜 K 线是黑的，我看了哦，镜头拉远，今天量能涨停板，不睡吧？换你来告诉我，汤树奎钱应该怎么赚？你说哎，好干好干好干好，到他今天量能涨停，很多美好的仗我们持续在打，玉金光336，当天买，当天又跟你讲357亮灯，396。411、411、453、454，啊，盘整我跟你讲不出，还是打死不出，打死不出亮灯涨停板，出功德圆满，无共嘛，拜拜。10月18上礼拜我的事，出完间跌停，睡，财富重分配。钱啊，到底应该怎么赚？我住长江头啊，你住长江尾，共饮长江水，日日思君啊，却不见君。这是啥？这是急呢。玉金光出完之后跌停，
公开操作，无话可说。为什么来找我汤树奎都无话可说？亲戚朋友介绍的股市涛哥，为什么？因为讲在前面，因为验证在后，有图有真相，我想骗你都很难。我主头告位，主头告位，你看到一跌了，看到没有？一跌一跌，我主头告位，我拢给你看，包括它盘整，我也跟你讲，我打死不出。一直它亮灯涨停，出也跟你讲，什么叫功夫？看清楚啊、哦，下面有这干物，这就是你要付会费的地方啊。你不赚，还是有人赚。前人田地，后人收，还有收人在后头。你不赚了、啊，想赚的人多的是，把握当下。会赚钱的没什么了不起，懂得把握机会而已。这档股票祝你幸福，它光高殖利率就可以让你赚两只停板，它在等你。哦，躺着趴着跪着买，全心全意，明天要过高了，看到没有？准备升空了，打电话进来问，想尽办法上车，把赚钱的欲望跟企图心拿出来，什么都好谈。药医不死病啊，佛度有缘人，一九九。吃到饱吃到吐的专案，专人，重点是要专人跟你讲悄悄话，你才敢重压，才敢波段大赚。套牢股票帮你换，换到我们的股票波段重压，199吃到饱吃到吐，最后29名额。广告中的电话，你自己参加运用，物质敌之不来，是无有标股以待之。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